这一件呢，它是一个冰皇翡翠蝴蝶翅膀啊。这对的话，其实本身它在雕刻方面就有一定的设计，所以在镶嵌方面的话，我不需要太去突出它的主题，加强一下它本身缺陷的东西就可以了。像这两个翅膀它是固定的，那我这边镶嵌的话就可以省略掉这个部分，把它的一个蝶身给它设计出来。而且蝴蝶的话，大家都感觉它是一个翩翩的很带有仙气的一个物件啊。那我在下面的话会给它做一个设计，给它加深一个线条感，这样流畅的一个线条感下来的话，又会多了一点小女人的感觉。